も乗車でき5700円とお安くなっております。哇，刚刚呢，汤姆纳桑他讲的那个优惠方案太多了。所谓这个广域通票呢，它的包括的内容呢，有太多很不正经发的这个感受。它这个呢，有包含我们刚刚讲的三重县，然后奈良京都的这个五天的这个搭车免费，你随便搭几次的免费来回以外。它还有加上就是近铁电车它所推出的一个叫做特急的一个车种，你也可以搭乘三次，然后再加上还有最棒的就是我们这个大阪就是机场到市区的一个来回的机票也有包含在里面。那各位您知道吗，我们这个方案里面它的价格只有5700块日币，那5700块日币相当于我们现在大概是2000块出头，就这五天你只要花2000多万你就什么都可以做。大阪と名古屋を、通常ですと近鉄特急で1回乗れば4150円かかりますけれども、どれほど5700円が お得かということがお分かりいただけると思います。那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近铁电车的这个广域通票的方案呢？因为在大阪跟名古屋这边呢，我举个例子好了，在大阪跟名古屋这边，我们搭一个那个近铁特急啊，我搭一次就要花4150块日币了，搭一次就要做这个钱。可是我刚刚讲那个方案里面有5700块，就五天，就相当的划算。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要告诉各位，这是有多么的优惠。それでは、これからのイベントでは、台湾の、人気ブロガー。ハリー京子さんに、先月三重奈良京都に視察に行っていただいた観光体験を話をしていただく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し、その後テレビのドラマやシーンで活躍をされています佐藤麻衣さんのトークというふうに続いており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那我们在这个座谈的内容里面呢，我们也有邀请了就是知名作家哈日幸子小姐来跟我们分享，就前阵子她去到我们这三重县啦、奈良京都的一些旅游的一个经验的分享互动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人气教主佐藤麻衣待会会现身出来民众就是交流访谈。那当然还有我们也会介绍到合欢之乡哈。为什么要讲到合欢之乡这个部分呢？因为它是我们现在这一阵子 NHK 的晨间的一个所播放的连续剧康乃馨的这个连续剧呢，它的一个拍摄的一个景点。このイベントの最後にはクイズを出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くさんの商品をプレゼント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それでは最後まで、イベントを楽しんでいただき、そしてまたその後皆さんに日本に来ていただき、そして日本でお会いできることを楽しみに私のご挨拶に返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大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那我们的活动最后呢，我们还有就是推出这个有奖征答。那这个奖项有什么呢？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台北关西的一个国际机场机票来回，还有我们台北名古屋，还有我们各位都知道那个日本木 Mikimoto 珍珠项链也有这个奖项在里面。我们这样的有诸多的奖项等着我们，待会活动最后的这个有奖征答，我们开放10位的幸运得主。那接下来呢，我们希望在这一个半小时的座谈会里面呢，各位大家都可以宾主尽欢。那也希望呢，在不久的将来呢，我们可以在三重县见面。谢谢各位。